了多少现在？一千一左右吧，100多块钱一箱吧。刚才我正下坡的时候，我突然外面下着雨，我也没注意，这个轴现在已经烧红了。我踩刹车踩的多了，可能踩了十几脚，踩的时间长了都。我一看轮胎它已经爆了，你知道吧？刚才我碰它一声响，我立马靠边，来一看轮胎就着了，车上也没有水，我灭不了。我说我现在把车头拉出来。